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型催眠节目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，看三国杀就看 BBD，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了。喜欢本节目的朋友记得一键三连哦，有条件的朋友充电挂一下粉丝小白牌，谢谢你们的关心和支持，你们的支持就是视频前进的最大动力啊！诸一声哨响，又到了愉快的国战催眠时间了。最近投稿的录像质量不太行啊，是你们不行了呢，还是我不行了呢？反正感觉打得特别好的录像真的少之又少啊，所以你们也别挑啊，你们要不就这个月更要怎么样，反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，对不对？其实还是推荐你们可以多看看我直播啊，我直播反正我打的我肯定能保证，对吧，精彩，而且我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人，打的也很有趣味。好了，不废话了，咱们先看今天的录像吧，看看今天录像能不能让朱军满意。朱军是谁呢？朱视角 ID 叫千古秋木苏，这应该是一个新 ID 啊。哎，这里面有个特别喜欢玩的组合，哎，就是这个张角蔡文姬，群雄的曹丕。哇，还有这么帅的皮肤啊！这个张角的皮肤确实挺帅的。那看你能不能帅不过三秒。好，有山有黑桃，但是没有山没有桃，哎，就这样吧，要啥自行车啊，仓鼠，为什么这名字我这么想笑啊，怎么直接托管了，这是有多难受呀。好，南蛮，那咱们只能掉血了，外面有技能，祝融巨象，应该是没有假血和孟获这句。魏国吗？啊，魏国啊，曹操，踢一发，托管了就不管他了，大家干嘛干嘛，他谁也不拆，也不好讲吧。因为这时候只亮了一个属一个位，你去跳身份，你可能就带有倾向性了。他给曹操勒住啊，好吧，没什么问题，咱们就想找个桃，别的不关键。回到三安学想，没有，要不要开个五谷找个桃？哇，这皮肤好帅，怎么还有这个？现在我都没有这种皮肤了，哎呀，五谷丰登抢个桃子，目的在于回血，下战拿了个顺，那咱们装备挂了就被他抢了呗，让他抢玉玺去吧，他肯定会抢玉玺，对吧？你也不可能说你要硬不挂也行，你要硬不挂他就抢别的装备了，看你吧，呵呵，比如说你玉玺藏手里把这个方天丢了，啊，他都不稀罕。你是袁术吗？啊，你是嘴儿，你要收人行吗？那你可真行。他说我要玉玺干什么？我直接发射一波入魂了。我你要这个烂玉玺干什么？而且玉玺好像是个梅花，跟他背道而驰。那司马懿出来阻止他了，甄姬又出来阻止他了。曹操本来就够阻止了，好，还有个曹丕。要不您歇了吧？啊，咱们先出来 P 一下，看看能不能 P 中人。你的天，炸了吧？下苦汉久矣。愿生已化天雷，天下苦旱久矣，人生亦化天雷啊！这第一次听这个台词，爹也憋不了好牌，那就映射嘛，你再有一发雷，还好咱们位置比较好，不被司马懿克制，射吧射吧射吧，随便你，你反正也憋不住。孤号梦中杀人，再翻一个，不翻了。翻呀，肯定翻法阵啊！你怕什么呀？那个六被翻了又不能动，袁尚又没有牌了，你怕什么？再说了，就算是马腾再封你，你再出战也来得及。这不翻法阵菜。张角你不翻就算了，你怕翻出闪了？你翻法阵都要翻了，不翻？好，你别技法严明了，你又出不来，外面又没有无忌，技法什么严明啊？这过了就得了。你摸再多的牌不也得气吗？还要自立一点，还有机会。还有何太后啊，不是，那是个吹毛，我怎么感觉吹毛何太后都有啊，硬抢抢过来了，这个桃园有点杀人诛心儿。哦，国无懈憋得可以，哦，外面还真有无懈，是法正无懈，行吧。那么到底代劳重要还是桃园重要啊？从目前的局势上好像桃园重要一点，不过代劳也挺强的，这时候开。不过代劳这时候开确实没有桃园强，因为魏国的牌不是很多。如果多的话，代劳其实不比桃园差的。好，准备杀这个人，看能不能杀了。
赶出杀是吧？赶出杀你就翻面了，你放开大就翻不过，这里不能出杀呀。这出杀是，他肯定忘记张角蔡文姬的存在了呀。张角蔡文姬人家后改呀，你这开大只能翻回来等下轮。你这轮肯定要把大开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是大国，你们可以多摸牌的，所以这是严重失误。你不要觉得无所了味，这真的是严重失误。你这个大一定要开出来，要多摸牌的。这轮果然是有可能，不可能要足了。战斗三分机的作用体现出来了，直接把赤毛大给封死了。一血破军，因为现在是抢节奏的时间，你可能多任何一张牌，你更换你这是多很多很多牌，不止四张、三张，还有摸的牌，就不差这一刀，哪怕摸完牌下轮再杀都可以。不过很多人根本都不记得这个。谁敢乱诛杀，谁就被翻面，就翻你们魏国。你们魏国不是喜欢翻人吗？翻人者终被翻。曹丕，你当初没翻，反正后悔吗？你现在想翻都翻不了了。虽然说樊中众不厉害，但他也是个人呀，你肯定不能让他动呀。铁锁连环，这都是细节，学吧，多学吧。走。杀。而且法正是有先驱的，好，你也要被翻了，小兄弟。你不要以为就你会翻人，人人都会翻人，又翻一个啊！魏国要集体被翻，可太舒爽了，从来没见过这么舒爽的局。叫什么？臭女人啊！这把女人有点多，到底哪个臭，哪个香？好，可以啊，让你配合一下啊，配合一下，配合，配合，配合。这时候大家肯定要精神配合嘛，你们要不要放弃这个余烬？好，不放弃。其实我觉得这里你们让法正收了余烬比较好，别让群雄收，因为法正有先驱，他收四张其实是也就比先驱多两张，让法正收了比较好，这样你们三个人再看看情况怎么打。余烬真保不住了，我说真的。硬保，那你硬保吧。关键是大嘴会放箭，大嘴这一箭余烬就被雷死了。大嘴两张牌是稳放箭的，更何况他万一是董卓呢？不是那就放箭。无懈可击，小无懈赌你张鸟没闪，叫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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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。你还不如赌你们有一个桃呢，说真的，曹丕很可能有桃。毁伤武者，放箭铸毙剑。就你们个桃子刷了就活了，可能你就赢了，这都是细节。你这被雷，你两个桃你应该逃不出来了吧，直接被雷死。死意已罢，生不带来，晚节不保。放的没问题。奉旨点选，好，一营忠良。好，这把是奉旨，记住这是正好直接就奉旨点选的回合了，因为当时这个翻面翻了正面没有出牌轮次，这轮直接进回合就是奉旨点选。好，干掉一个，魏国看起来还是优势。怎么会输？袁家怎么会输？好，反正桃子保自己也没什么问题啊。赢的话你能改吗？主视角还真没梅花啊，梅花来了。这你洛神落不到好牌的，好牌都会被咱们拿走，他都只能落一堆垃圾。毁伤武者，伤武者，锱铢必较，悲歌。你也被翻了，哈哈，又翻一个，这把翻的好爽啊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爱玩这个组合的原因。你们谁喜欢诛杀，这把谁翻了？这把一改吗？不改，还改不改？不改，改不改？你可能都死了。是个闪，太牢，把灌石大锤借过来。那就不用顺那个司马懿了，司马懿是个闪啊，他怕被反馈什么的，慢慢打，先打甄姬也行。曹丕确实是像有桃的样子，顺手牵羊啊，他也有桃，嘿嘿嘿嘿嘿，舒服。他还先杀后顺，细节啊，因为你如果闪了灌师傅灌出去，你就裸奔了，这细节细节啊。这边有卡夫人，所以只要你不出牌，你可以存三张牌过的。你看司马懿可以存三张牌过的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。都可以存三张牌过的，所以不要什么手剑去杀一刀人王论，就只能存两张了。魏国应该是还有桃子，曹丕那边是包有一个桃子。
凌波微步，罗马调剂。这里你让甄姬收了呀？不是不是，甄姬你让法正收了呀？他不愿意，行吧？我觉得很多时候该收还是收，这边还留着沿路有梦想的，梦想也没了，破灭了。那行吧，那救吧。既然他不愿意死，就救吧。要不要万箭？烂吧，烂吧，烂吧，烂吧！再走甄姬，还翻？还翻？那你就去死吧，把他们全带走。决斗火攻可以，哇，这皮肤好卡呀、啊！但是皮肤确实挺帅的。这把张角蔡文姬的翻面很关键，卡了司马懿的大招，甄姬又被翻了，曹丕又被翻了。但曹丕自己有问题，张红打司马懿跟这个法正单挑就可以了，反正还有桃嘛，反正都不一定有桃了，有桃可以救司马懿。那你输了，反正你不可能打得过张角蔡文姬的，你将就不是一个级别的。甄姬要是认死，还是没法还原。别说那些了，反正你也没有什么后悔的。大魏国群雄赢了就群雄赢了吧，人家张角蔡文姬立大功，不配赢吗？马后炮，随便吧，你想马后炮，有的是马后炮的东西。反正你能赢什么呢？不知道你能赢什么。闪电，闪电劈死你的。好，硬上。硬上你不是死得更惨吗？主要是我有九，有九你也赢不了呀，关键是有九你就能赢吗？不还该死还得死。好，决斗就一杀带走。哎，别讨论这个。其实我觉得这个甄姬固然，如果他很多时候懂得放弃队友，可能固然你会提高很多，但是我觉得不放弃属于路人的人之常情吧。这个我倒不去严重批评或者什么的，或者喷什么，自行理解吧。反正我把我理解的给你们讲讲，对吧？你们很多事情不是也都有自己的看法吗？我呢，主要是给你们催眠。我们看第二句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假如有一天我不做了。不做视频呢，你们会怎么想？好，第二句主角问题，右后卫卡瓦尼又来了。以前有个什么左后卫托雷斯，这边又来个右后卫。好，连法团长都不选了，就玩这个。这个别人放篮板可以快乐，行吧，随便吧，这个都可以随你。不过是我应该还是会选马谡法正吧？我觉得法正肯定还是要更强一点。看这句。枯骨照银甲，孔融直接亮剑，打八号位素质非常的差。好，过了。那他没打二号，二号应该不会管他。过河拆桥。啊，他还要拆他，你打不了他。给八号，九杀没杀中，不舔一下吗？啊，不舔，还要咋地？老子天下第一。好，山姆哥又出来了，你山姆哥你出来是干嘛的？哦，你要看我一招，不会是张飞吧？想秒人。还好咱是一伙的，呵呵，是吧？这个沙漠哥都不会玩，我天哪！算了，咱们第一次玩吧，我不知道，确实逆天。南蛮入侵，主视角弄个南蛮出来快活一下，你奈我帮沙漠哥借个刀。杀！啊！张秀怒弹沙漠哥，我看你出不出杀。好，主视角说了，我看你出不出杀。好，他不出。他不变，他真的是张飞吗？走一下，把大群雄都给放出来了。天搞杀一刀，看看能不能打死。啥？蔡文姬？礼让贤德，明世之典。回血了。
撒贾诩，这又是什么？还有左慈，好烦啊！再揍一下，你们后面人去吃菜吧。都大巡游了，不吃咱们顶不住了。参军别来无恙，咋了嘛？你挺高兴，护驾护驾，就给你曹操呢，出来挂一顿装备过了。你不捆一下群，拆一下群吗？你这个时候，开源节流，好，绿皮出来了。敕令，你又独苗了，魏国。任雕，顺一下。然后就扒光吗？寒冰小剑，行吧，没事的，放心吧，不会有变。撸一下，反正就是路人撸，就是数量多就行，随便吧，无所谓了。总之我也会撸，我撸的比你爽。岂能空手而归？好家伙的，全是撸的，麻醉也能撸，你乐个去。兵粮寸断。看看左慈的魂厉害不厉害吧，接下来主要。以逸待劳。哇，这待劳血赚，其实孔融还有先驱呢。已经满了什么的，满墙的了。再来个代劳，有没有？好，再来个代劳，放飞天。孔融里面的牌都是白嫖。再来个群桃园。这耍牌小礼包啊，你好像少见多怪了一样。群里不能打，全是群魂啊。在下所谋，开始乱舞，唯恐天下不乱。这老三是啥也没有啊，捅一刀月经看能不能捅出个脉血的。好家伙的曾燕，于范差点死了，又吸个魂，于范能不能顶住？何以能久？他说我先上上伯哥，杀什么吕范啊，吕范不厉害。杀人决斗，他是蜀魂，蜀魂出个决斗。啊，原来他都是蜀魂，直奔蜀国而去。斩之不断，南蛮。斩之不燃，还帮忙面将，然后他变了，他觉得要死了，把这个王平变了，跟南蛮开的这个极其下饭。这是马苏孟获的快乐之处吗？我最终还是被打死了，但是他如果说出个别的火攻什么的打死，说不定把李范也打死了，可能就是因为其他一招可能就要出事儿。贾诩高手啊，这叫高手吗？不正常操作吗？都还有失误，关键是还行，他意识到自己了。还好还好个鸟，本来李范可能也死了，他有完杀呢，他不杀，他不杀了沙漠哥去了。效果，你这给扔什么牌啊？直接过了就行了。他去削孔融，孔融还扔牌，真的是他单将削孔融。这些人，我连路人真的连技能是不是都不知道的？搁这各玩各的是吧？捆上半捆，半捆怎么办呢？也没什么好办法，也。只能帮吕范变身了，吕范不变身玩不了，而且顺便帮他把兵抢了，你打的挺好的，帮他变个身，要不真整不了。怎么他的大斧头下来让他变白板，不要碰这个左慈，左慈现在没有魂，变了个陆逊，其实还行，陆逊说的，当然不太够好。你要干嘛？你要拆吕范吗？你这拆的不是亏的吗？你拆盟友三张牌去拆对面一张，你不会认为能给吕范变身吧，哥？吕范的变身是初牌阶段，你是结束阶段。这些人，我感觉很多就基本概念都不清晰。你这拆本方三个拆对面一张，好家伙的，找了两个乐，这还没红乐贴张绣，黑乐贴贾诩。他不舍得扔狮子，他觉得有两个乐控制住，下回狮子才能用啊。废物再利用，你这血算白掉了。约定很克他的，他必须得扔，他不扔这掉两血。没白掉，没白掉。
一切的努力都是由你萧佐慈做什么呀？你喵的！为吾所用。你消消张秀也就罢了。好，这个摁出，这个陈武一直不亮是个阿泰吧？明世之典范。别削恐龙了吧，好，这回倒是可以扔刀了。然后又给贾诩刀，贾诩刀好不容易被拆了，又给贾诩个刀。你在干嘛？你上轮瞎削他瞎给，然后这轮又你这 ICU。好，驱虎张绣打盟军，这还有个狮子背幼狮死了。你不会觉得驱虎无视距离吧？确实是个狼人，我是个女巫行吗？太恐怖了，感觉没啥希望。你别感觉没啥希望，有没有希望你至少打对吧。好，拆了让他变身。不是要就现在就想的就是只要吕范不变身就打不了。选了个吴国泰也不太行，这周泰终于出来了。勇去前彼之魂魄。我的妈呀。为无所用。这局看了欢乐吗？我看着挺欢乐的。斗一下。啊，他吃菜了，周太断了。行吧，其实留着周太也挺好的，有措辞。随你随你，你杀荀彧做什么？你有连弩啊？你有连弩也不能杀荀彧呀。他说：“荀彧，你去胡打吕范，他不是故意。”张绣你都不打吗？你是不是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这看不下去了呀！你们两个一血，你把张绣打到两血总能打吧？我的妈呀，这，我说你说你个杀荀彧都不杀张绣了，开源节流，可怕！你这真啥技能都不知道是吧？你把张绣杀到两血都可以。雷杀！拿什么左慈的马？左慈马有什么用啊？魂魄为无所及，不行话吗？何以能久？大哥，你疯了吧？你刚才不是两血吗？你非要换了然后再去杀？我的天，这都是二百级的，你看见没？别怪你话多，确实不怪你话多，太抽象了。好了，他这回啥也没有了，四哥们。你错了，你错在哪里？这局真的抽象，集体抽象。张绣，你要被萧国死了，你留个刀吧。没有刀，你要被萧国死了。看不懂，你想看懂什么？感觉快赢了，谁快赢了？绿皮吗？那可不一定，绿皮周泰都没了，他还问号？问号啥？你直接把他打死了呀！打两血。等等，咱们看看有没有机会跟这个荀彧进行单挑。敢揍吕范吗？他可能求稳吧，不太敢揍吕范，怕吕范万一直杀。还能再？但是这样的话，吕范可能就比较难处理了。不过吕范也有可能是九，带走周泰也没什么问题。吕范真有可能是九的。开源节流，做。接下来，其实荀彧倒无所谓了，主要是这个吕范，他能不能回几血啊，或者说变个身什么的，其实很难处理的。天哪，你砸不了他，你最起码身板健康，散不了。别让他散不了呀，肯定散不了啊，血量牌都比人家多，等机会吧，肯定不能去打，打了点台的话更弄不了。荀彧你也不能去杀，先待着吧。好，卖个血卖个血卖个血，让你消让你消。调度征求，省心。好家伙的，他是不是要动手了？火杀。好，来一刀，连着他敢出火杀的时候是有酒。然后还扔酒了，手里肯定是个酒，那他手牌已经明了，手里一定是个，而且是个方片的酒，所以不能处理的时候不要乱动啊！这里觉得处理不了了就挂闪电了，随便吧，这个无所谓的，反正群友是被干懵了。他手里还有口酒的，借刀杀人，借刀，雷杀，那杀你，杀你自己肯定杀呀。兵法暗数，你想喝酒补益是吗？你想什么呢？人家直接把八卦阵抢了。好了，气急败坏了，直接酒杀来了，是不是方片酒的酒？
没说错吧？他敢把这口酒喝的时候应该是个闪，反正他不敢把这个喝了，看有没有机会带走这个米饭。这真真的抽象了，借刀杀，你知道杀荀彧不行吗？他要喝酒补益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空城了，这里就再起，就不要牌，就故意再起，不要牌，没牌最好，没牌才能把他砸死，才把酒用在手里，哦，留了个无懈，见人家不敢动他，想救下再走，太抽象了。打这个荀彧的话，不好说，因为你现在砸不了他，有可能要把他弄死，他这个效果很烦的。你看，真的要被萧果弄死了。这萧果贼强啊，不跟你开玩笑。好家伙的，他不留萧果牌吗？他留了个啥？留了个无懈啊！好好好好，喜欢留无懈啊！这回把无懈丢了，小萧果。但这回人家起来了。好，走萧何的萧。啊，又迁怒了啊！又起来了，幕后好强。好，再杀，没事，咱们还有口酒。好，这回来装备了，你消吧。都死我了。不过老一，哇，老一只冰凉天柱运气算不错了，又来个装备。感觉荀彧要疯了，咱们只能打空手牌弄死他。好，这回可以把手牌打空了，打空才能砸他。好家伙的，终于弄死了。这大半天前面打群，这些人太抽象了，哥几个。没单挑，真的是杀这两个人，就得等到手牌打空，找机会杀了这两个。这局虽然抽象，不过我个人看了倒是蛮快乐的，不知道你们看的如何啊？来看下一局。就叫一条啊，数字哥啊，不念了。刘备马超，诸葛亮马谡，选了个刘备马谡。其实刘备马超可能会不好一点，也姓马，但是我就想玩马谡，那玩呗。马谡就马谡，蔡文姬手量没什么问题。南蛮入侵。慢慢一看，你发现没？如果很喜欢先挂上玉子的书牌，显示自己是皇帝。杀！贾诩给放出来了。贾诩说：“我才是皇帝，尔等平身。”你看 ID， 好，风平化吉来了，杀了什么吴国人吧？啊，徐盛，徐盛大乔什么？啊，这边还有魏国人，八臂，一雪夷陵之耻，连直接闪电啊！结束阶段，众将死战，非我之决定吧。好，李典八臂，还有一。大丈夫何惧小节？要不要配合他一下？大丈夫何惧小节？随意啊，我觉得想配合就配合，不想配合就不配合。这个没留，反正你能留住个闪，这个倒无所谓了。大丈夫何惧小节？无中生有。无中。没有魏国嘛？有可能有四血位约界什么的，混上。大侠，大闸侠也没用，你三血不卖，他就杀了你，他又捆不了贾诩，除非他能捆贾诩。悲歌漫无边，何处解离愁？何处解离愁？大奶，这就是吴国的下场啊！翠屏，你看你这个手牌，我天哪！三喜翠屏能活吗？他不愿意吃菜，好几道加血。过了，存个牌。啊，原来是二张啊。徐盛二张，不是约金。好，还有群。徐盛二张。杀。好，要去穿八臂吗？饶你不死。还能放下兵器。好，他说穿个鸟啊，还行。你穿他就让你穿了呗，他就让你穿八臂呗。你穿他肯定让你穿马匹，好像是挂闪电无所谓，贾诩劈不了，你就徐盛二张呗，总不能孙坚二张吧那边。一会儿咱们得出来把贾诩干掉了，让他活了。这边给南蛮，
你们的伎俩，动不连我一根毫毛。杀！杀！哎呀哎呀，这时候吴哥倒是可以。他说我要去吃菜，人家群英还未必让你吃呢，你不配。桃子，而且在人家群英视角，说不定六还是群呢，七还是群呢，人家为什么要让你吃？把王振拆掉，吃个桃子，来一刀，好，亮将，看一眼，师叔就给他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坏了，这里只能吃菜了呀。好，要狮子回个血是吧？善摇获敌，不攻自破。回个血，看他妈砸死张哥给你的。那只能去吃菜了呀，这四个群了，没办法了。决斗，好，遮住，吃菜，只能这样了。能吃就吃，吃不了就拉倒，反正无所谓了。好。吃掉了马腾，你看你不吃不是炸了吗？只能吃，没办法。挥手牌往上爆，没啥，他觉得这个人没闪，闪没顺了，觉得嘉许肯定憋着闪呢，然后杀他把嘉许戳死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真准，杀了好，杀了好，看看嘉许有闪，感觉嘉许可能有闪了。哦，嘉许原来也没有闪，行吧，成功的带走了两个群啊！这波这个人乐乐乐，哎，其实，在别人眼里他就是群了。人家先去决斗蔡文姬，乐住他，你不就你不是群，你是啥？非我之功，不包是群的，想藏你就藏，随便。因为有人可能看不出来。杀！好，他说杀吕布，反正随便杀。前尘往事，裸奔。莫再提起。过河拆桥。你还去拆二张做什么呀？你这不开什么玩笑，你差点让他肯定不给你顾，这个闪电会劈谁呢？不晓得，怎么感觉他要来穿咱们了？要不让他穿了算了。主角说你穿了算了，我白板穿了个梨，反正你们行营终归还是会死一个的，亮吧，别藏了，没什么藏的。看有没有好主角主动申请变白板，双士兵，局是单士兵，刘备是没有技能，我不出来你难受，你出不出来的也没什么区别，谁告诉你名字？哎，你别不要自欺欺人了。主角觉得打劣势要保留无懈，被劈死就认了，反正双士兵。哎，真的李觉，你不要自作聪明了。他不想干这个礼物，他就干他随便啊，丢给你。你问一下现场的人，我们是现场的人吗？我们算现场的人吗？无懈可击，无懈不无懈啊！他教无懈教的快，那你教的快可太好了，就喜欢你这种教的快的。铁锁连环，捆上捆吧捆吧，不管了。他还没苦肉呢，没苦肉吧，吴忠可以不让他开，反正你废人一个双士兵的意思别拉你，我懂。哎，现在这个局也不是你说了算，首先闪电说了算，其次得看风向，都要死了还藏，确实不知道是啥，什么袁绍董卓什么的吧，我要被攀放出来没意思，藏着就有意思了，是吗？被后宫带走，这局很可能利用第一嘲讽来获胜啊！打嘴，因为人家都看你双士兵了，你别人再怎么弱，也不可能比双士兵弱呀。好，方天画戟，等机会吧，许包。咱们也为杀群出过大力呢，不是那一波把群宰了两个，那还了得？那马腾不死能行吗？那贾诩不死能行吗？好，这边差点拉起来了，咱们还被吃了个挂烙，都怪这个李觉。
哎，这个南蛮是收割了神器，这轮过了，历练肯定会去打他，下轮南蛮收割，圣乃可全，只能说出大力可能发牌员眷顾你、他也不忘替带上咱们，但取胜应该是有闪的，然后他有弩，好，九杀直接把他带飞，狡兔尚且三窟，守城岂可马虎，但是带飞了你剩一张牌，摸一个拆嘛，拆掉那什么，好，他表示我来个杀，那你就死吧，哈哈，啊，其实这个南蛮也没用上，我摸个杀也赢了，双士兵，猜到袁绍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也猜到了，好，咱们来看下一局。有的时候你没办法，被逼到那个份上，你该吃菜你就得吃，你东阳你也得吃，不然就是一起输。经常有些路人就自己不舍得，那最后就是一起输，你自己也没有机会。这小玩具叫麻烦开枪啊，这是个总投稿的，这应该夏侯兄弟的吧？如果是夏侯渊没改的话，以前可能会选夏侯惇、张合吧。那夏侯渊改了，挺强的。这牌挺好的，两杀一杀七号位，以约太后多多不多，南蛮入侵，看南蛮贾诩，贾诩应该不是太后吧？他是太后，他应该会读吧？他贴着，可能外面还有太后。坏了，这把一看就是大群，雷杀，无懈可击。这个无懈教的国无懈教的略有草率了，比较偏无，说实话亏了吧教无懈，这个草原说实话他这个无懈教的比较像无，感觉决斗杀你可识得此阵，决斗一下无事发生跑去杀他是什么意思，那你到底想打谁，远交进攻，我看一眼远交铁锁连环捆绑，那边也不是全。太后是谁呀、八号吗？全捆上，全捆上。左慈，果然没有太后，之后可以，果然八号是太后。八号太后，你那国务线没必要交，真没必要交。你反正也要出了。愚蠢的凡人，自相残杀吧。杀。坏了，真的有四个群。怎么还有改判？坏了，张角谁是张角？也不知道吕布和何太后谁是张角，但何太后的可能更高一点。呼风唤雨，驱雷的征战。好家伙，还好他劈到一个周泰。他为什么啊、他没劈这个链子，是因为吕布也捆着。其实还是应该劈这个链子。吕布掉血就掉血。不过你劈左慈不是劈周泰也没啥，其实只不过马后炮他是周泰，对吧？你周泰你那个位置也要打死他啊！你不打死他动他万一是什么呢？赶紧离手们。咱等马后炮，那这边周泰也被左慈杀了个爽。按你要能不能活就不知道了，有没有福分活？这里不能刚烈左慈啊。主视角一看就看过我视频的，你刚烈左慈在出牌，你刚烈左慈很容易出大问题的。不能刚烈左慈。一顿忧喜。忧喜远掉。真能忧喜。蓝斗掌声。好，一刀带走。太子丁奉，施令，好，你摸一张，来个小孙。赵无兄入宫。孙坚。谁敢不从？张角扒光。无死不瞑目。无中生有，无懈可击。看看能不能反扑吧。无中生有。我们还有无懈吗？寒冰剑打不到人，只能说打不到何太后，不是打不到人。一个杀都没有，一个顺兵用都用不了，我天哪，好惨啊！张飞，张飞赶紧处理吧。吕布表示我托管了，你托管啥？他哪有那么多杀啊？都不像有杀的样子，
写了。九九杀可以，还真别说真挺疼的。你觉得要是没有狮子更疼？好，李不回来了，还给他崩两张。至死方休。准儿哥，啊，知道亮将拿鱼就不错了。很多人喜欢藏，你肯藏着。杀。蒙天，那咱们正好双闪直接闪了，凭什么一下揉他个卧龙啊？你贪什么呢？你这刀没必要杀肖盾，你杀中肖盾被刚裂很难受啊。这刀直接杀周泰和卧龙呀，菜！你杀肖盾做什么？被队友喷了吧？当然这里咱们肯定要神速了。你们男人皮猪哥，皮猪庞统，你又该逼逼了。给他来一刀乐柱。乐柱就先不崩血了，不着急。嗯，经典。败了队友互斗，本来是个祭灵啊，群雄好似崩了，但是你没完全崩，他冠之斧可以带走卧龙，尊间肯定不会给咱们排了，他肯定会去拆对面。哎，不过不关键，咱们也不需要排，咱们神速就行了，把这个李觉弄死，不让他出白了，直接双刀双刀双刀。屈辱首级，元宝就是这里好，输出拉满，不需要别的牌。杀！带走。一心相争，胜不了，挂个刀过了。这里要崩血打袁绍吗？啊，他崩血打袁绍，表示孙坚给足你面子，让你带走袁绍。咱们不多生事端。过河拆桥。这个左慈肯定去打这个周泰发魂去了，当冲天宝去了，硬冲。别之魂魄，皆可为吾所用。你们的挣扎之虚，冲个爽去。冲了两下，就拆他，能不能爆杀？杀。咱们有珠子凉血其实可以的，而且你血量太高容易被他们仇视。接下来还是得打群，不能让群赢。这里可以把寒冰顺了，看中了把八卦阵弄掉。周泰你也别生气，我们是打群的，这里他就故意用红杀告诉你，我不想我有红杀，我不想杀你，我就想杀左慈。左慈说：“我又打不到下路，我能吸你。那你越吸他越弄你，弄吧，挺好的。咱们就看看找机会能不能把这个左慈弄死。左慈弄死，但是也不一定百分之百赢，看周泰运气。不过你可以去跟周泰对报。好家伙，这八卦阵下不掉啊，难受。杀！好，游击吸魂。”魂魄为吾所击，汝何以能救？吸的难受啊！过河拆桥，你这回八卦阵没了吧？我被马下了。你着急干什么？还没到阴魂的时候呢。好了，八卦阵又下不了了。你妹呀！哎呦，这波人是真的抽象。杀杀杀！出杀！不是，这八卦阵怎么下不掉啊？他判黑了，你继续神速他吗？可以可以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说不定直接把他打死了。哎，下掉吧下掉吧下掉，那最多拿个装备补一刀，免得下不掉他又出个群魂怪麻烦的。接下来就跟孙坚对报就行了，孙坚已经踢上了，你是很有可能赢的。你刚烈他可以扔光，然后你两刀他能顶住吗？打不了三刀，你真十创让你赢。好了，八创直接倒下。不冤不冤，人家是冤宝，能不冤冤冤。好，应该还有一局啊，不要走，决战到天亮。
应该还有一局。看最后一局，不是要玩就叫莱尔们一笑啊，这肯定也投过稿的。曹操许褚上魏车可以，孙坚小乔自己玩也可以。来说孙坚小乔，吴国刷 AOE 啊，自己不放就行了。这牌刷的，哎呦，前面也好像也没啥天阳牌啊，就一张天阳牌啊。不过有个 AOE 有无懈还行，斗一下，哦，自己人。封天化忌来了，这里卖个血啊，不要出来，刘禅出来没问题。好，他都直接闪了，他不是魏，可以干他。对，你看这个人，这个人肯定不是魏。至于八是不是魏不知道了，但是你三肯定不是魏，弄你肯定没毛病。判你摸牌出牌，亮呀，还藏啥呢？直接无懈料。必须怼，不是你藏什么呢？出来摸个鱼也行啊，人家藏。你的计谋被识破，差点给他无界了，卧龙。五谷丰登，开个五谷。估计想找个桃，没桃，来个铁锁吗？啊，刀了，很像绿皮儿。咱们来张天香牌。好家伙的一顿装，哦，原来是个田丰，这个曹丕没有啊，这个曹丕啊，他翻咱们他血亏，他看咱们没拿万念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咱们不是魏，咱们确实不是魏，没拿万念，但是拿万念也可以，万念也是天下的，哎，被翻就被翻吧，被翻挺好的，本来也干不了啥，玉萍还喜欢被翻的。被翻就相当于中了调虎离山了，与世外隔绝，别人都忽视你了。休想全身而退！啊，反正出来了，反正出来囚犯，这是本王就囚犯吧。最后的仁慈，再卖一血，无所谓的。万箭齐发。啊，猛猛 A，A 了，来吧 ，A 个痛快，把曹丕再烧死。那曹丕如果是桃，你又作何打算？烧不动了。好，再翻一个，不过好像没什么位了，就这两个位了，倒还真不用怕，他给他一张让他烧。我这里咱们不着急谈，他给他一张说卧龙烧他，那烧呀，是时候还给我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麒麟弓好吧，拿了个什么咆哮什么，哦，坏了，这是本王，这不他不信的。再就你得信了吧，说实话真有三血不卖的位的，不然他没必要两个桃非要救你，这个而且第一下都已经不给他翻回来了。读诗书上礼守更，不是 KOE 这个礼点为什么不亮呢？不懂，不是曹丕，曹丕你怕什么？曹丕是你们的人。他说怎么了吗？我现在出来我们一样受饿。好，他不是三血不卖的位，他卖，但是他自己不卖。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活人有用，浪费两个桃子，修一下。小戏沉重，王戏，看能不能保住这个八号。没啥，来到闪，过河拆桥，拆掉最后一张，可以开几次？开个什么？这个带狼。运筹决策，出奇制胜，变了个曹红。能献刀，神仙护民军，让他保一下。前元忠君，好家伙的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三血不卖的呗。那没办法，你谁叫你三血不卖的？那怎么弄呢？咱们现在只能等待机会阴他们一手了。把关阵也不好使呀。没有桃了，没有。他要请咱们吃鸡吗？那最好了。请咱们吃鸡自杀？哎，这个桃不要吃啊！字当头，
喜欢先吃桃。好，终于起到效果了，出来吧他。不是你吃桃做什么呀？你就算真想，我是觉得你没必要吃桃，直接你要真强袭可以，你强袭他，然后你自杀把桃给桃毙啊，防一下小家核桃这种，就把草民给惨死了。这魏国太抽象了，没办法，谁让你们三血不卖了呗？然后那边那个巡游他不出来。好，魏国要崩盘了。至于魏国崩盘崩在三血不卖的为什么？啊，但是小乔也很关键，点位自己有问题，巡游有问题，啊，害你害你，那是啥？看看你们还有听吗？这货还有个桃园，他瞄的。大哥，你散瑶让他惨死就惨死，你搁这治蛮什么呀？这个乐挺关键，不过他还有个酒，真弄咱们可能这个牌还不好谈。如果是个废牌，可以去谈国家压国家去，但代劳不好给。不过法正也是够抽象，他这散瑶小乔，有的人就点快就治蛮，这里拆光把他酒弄掉，咱们可能一波入局。能不能一波入局？最好不要三血，不然还是挺危险的。因为他们两个可能要一起针对你。把玉皮送过来。不过马谡他可以抢。那你先送过来，已经送过来了，无所谓了。留点天香牌吧。乐不思蜀。那法正了，伯乐小无怨了，没啥用。甩掉，反正过掉，不要先挂麒麟弓。你杀他，他万一掉血恩怨你，你只能给无界，你给不了。先不要挂麒麟弓。你看国家，哦，国家摸了一个差，赶紧无界保天香。好，再无界。你拆什么玉玺啊？拆手牌打了呀？他不拆玉玺，他来啥？你写真抽象。你有酒，好，他说我还有神速，你还有神速，你死了哥，你拆手牌不行吗？拆手牌打一刀再神速喝酒不是打死了吗？你不就有机会了吗？你那个抽象了。法正马谡能有机会吗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，但是现在小乔一血了，你必须要神抽，不然你没回合被搞一下就死了。全身而退，从家给他没关系，反正阴魂就拔掉了，没有神宠你就无了，兄弟挂了也没有用，一下就被拆了，兄弟有账妈必死。最终瞬间小乔获得胜利，毒苗也算一个七星局吧，毒苗嘛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好了，今天的录像这次是真的都放完了，是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啊！喜欢本节目的朋友，觉得 UP 主不易的朋友，千万记得一键三连充电哦！咱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